文字单字的话，只剩下100多个字而已。100多个字。对，因为以前流露的部分有没有，有的都没有保存起来，然后一些祈祷有没有，都已经过世了。老黑本阿三怎么落寞？我要换。不要的马路是个烂古人。我那啥意思？我那啥意思？哎。花束花纹，你那啥用么？一束花啦，一束花啦。一束花很美，染了干湿木。一束路，观之后那段路暗淡。
Uchi suna nupi Isu kuala, isu kuala Isu pinyo kusi funga ana Itawa amika haki hapalu Aliban Kuina Yusuf Aliban Kuina Yusuf 用手去抠鼻 那个抠鼻 怎么讲 QQ1 Kuki 再一次慢一点 QQ1 Kuki QQ1 Kuki QQ1 Kuki 抠鼻 吹喇叭怎么翻 吹喇叭 就是女生帮男生吹房啊 米汁不是肚棒啊 慢一点 米汁不是肚棒啊 男生那个自慰打手枪的动作怎么讲 米苏拉苏 米苏拉苏 你们那个做爱怎么讲 米阿里 很爽怎么讲 卡苏爱 A片阿美族话怎么翻 阿里拜都卡苏 有没有看那个中国有嘻哈？有。有没有谁会模仿一段？我。freestyle 一下。跑车嘞，想要一辆房嘞。
再来多一点。想要钱，软门对，全身都给靠五个疾病。我问你，你想不想学泰雅语？为什么不想？没。好，那你呢？你想不想学泰雅语？I 不想。你不想啊？为什么？ Like、我现在五大四，我现在五大四 ，BB 里面一辆法拉利，想要钱人民币。一切都得靠五大师 BB。谁会唱歌？我唱歌。五大师 BB 不啊，干你娘鸡巴！操你妈的吹喇叭！五大师 BB。自我介绍。我叫简世凯，我来自坚持乡。我喜欢开冰箱，喜欢开冰箱，喜欢打手枪，我喜欢打手枪。我操你妈鸡巴！所以赶快来帮我吹喇叭 ，BB 五大师不啊。比苏大伯，伯嘎是什么？伯嘎是你的懒觉，比比是女生的比比，懂吗？哦、oh. ，管呢，还要说吗？这个最有名的了。以后想做什么工作？可能是那种也很嗨的那一种。哪一种很嗨？什么叫很嗨的工作？很嗨的是什么？就是那种喝酒嘛，很嗨的那种样子。哦，还是被拍吧。哦，想当那个大饭店的老板娘哈。那你呢？啊？你要想做什么工作？但是pub 的。什么工作 ？pub 很多啊。喝酒啊，台上喝吧，原住民。你会喝酒吗？会啊。几岁就会喝了？这个不能讲，从小就要练，从小开始练习。我们现在要去，你知道吗？国小吗？一生出来的时候。哦，一生出来。对对对。妈妈怀我们的时候就喝了吧。妈妈怀我们的时候就喝了吧。妈妈怀我们的时候就喝了吧。你是酒精宝宝吗？酒精宝宝。稍微有点
怎么用？考这样考试啊？哦，为什么会有这种考试？我第一次看到。因为我们现在是比较专注于那种身体上的探讨。哦，身体。这个什么时候变成考试用这个手势？因为看到这个的时候就是一个专业的手势，像嘴巴也是有专业的术。用手去抠鼻，那个抠鼻怎么讲？丢丢啊，不给。丢啊！再一次，再一次慢一点。丢丢啊，不不给。丢丢啊，不不给。丢丢啊，不不给。哎，哦，非常。抠鼻。啊，嘴巴的怎么？嘴巴的怎么？嘴巴是这样。这样。然后有一次，有时候这样。不要乱讲啊！再多一点，看有没有更灵活的动作。更灵活的吗？这样。对。哎呀。前戏舔鼻哈，舔那个不给，那个舔不给怎么讲 ？Nuts nuts to 不给啊 ？Me nuts nuts to 不给。Me nuts nuts to 不给。哎。哦。好了啦，这不做了啦。再做一次那个刚刚那个考试嘞，再放在脸部上面。比脸部的考试这样。你怎么那么强？傻笑啦！我有 A 级这样执照的样。你应该是国宝级的。Thank you.
那个德鲁古话、泰鲁格族话哈、哦，电影里面那个邦嘎有一句，叫干尼鸟，那个德鲁古话可以怎么做翻译？他们黑不不熟。那再帮我拉长音示范一次。德莫黑不不熟。德莫黑不不熟。哎，好，蛮快速罢了，谢谢啊。好，大哥请教一下哈。那个泰鲁格族话、德鲁古话哈，跨沙小看什么看？德鲁古话怎么讲？马努卡丹苏，那你帮我达安苏，你再帮我放慢拉长音一次哈。马努卡达安苏，马努卡达安苏，对对，好，谢谢哈。来，随便用，随便用。我吃。中国有嘻哈吗？不，中国有嘻哈怎么唱？先不要，那我唱。再屌一点，再帅一点，快！然后那个手跟脚动作都来。看镜头耍帅哦，对。你们在干嘛？必须。哎，旁边尖叫，快点鼓掌一下，尖叫！
就装傻。那个装傻的如果话怎么讲？装傻。啊，装傻。假装不知道这样。你就卖 gay 啊？那个装怎么讲？Menangi ni kita。Menangi 是。Menangi 假装。哦。假装不知道 ini kita。ini kita。Menangi ini kita。kita。Menangi 是假装的意思。Menangi ni kita。Menangi ini kita。kita。哦。Menangi bibi 叫 gay 吗？啊。Menangi bibi 叫 gay 吗？啊，Menangi Bibi 叫 gay 吗？啊，哈哈哈哈哈。他们现在讲说 gay 吧，就是又假又鸡掰，叫 Menangi Bibi 就 gay 吧，可以这样翻吗？不行不行。他刚刚讲说他那个冠军的那个动作怎么讲？冠军那个自卫的动作怎么讲？张子起三零零啊，不然怎么讲三零零啊？张子起三零零啊，不然怎么讲三零零啊？张子起三零零啊，不然怎么讲三零零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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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男性。谢立香哥，他是男性。谢立香哥，这片海为你也太多情，别祈祷天明。就当最后约定，说你在离开我的时候，无法是比比，无法是比比，无法是比比。行为哈，那个做爱不懂的话怎么讲？德鲁古叫德木，我要问这个字忘记问了。以前我会只问那个，我只会那个哈达斯跟哈维斯，忘记问那个做爱怎么讲，教一下会。快点！等一下，我不好意思说。介绍母语，快点，那个。安全性行为就是不要乱做爱，那个做爱怎么讲？做爱应该是……你那么大声干嘛？你姐有点不舒服，不好意思，我不好意思。怎么讲？不好意思，回答，去 Google 一下就可以了。不是教练，我忘记了，我好像忘记问这个字。应该是保护型吧？把呼吸，把呼吸，对，把呼吸管，把呼吸。哦，好，学长，学长。哎，俊色蓝色的讲法不一样吗？我没研究嘞。好，下次帮我多请教几个啊。好好。胡林朗啊。
哦，你是没有被我的懒觉打过吗？怎么讲？我这个我不太干净，你是为什么？美沙苏乌达斯姆，这样吗？美沙苏，不是，我先问一下，美沙苏神巴乌达斯姆，这样啊？神秘巴，是，打一个字了，美沙苏。神秘巴，神秘巴乌达斯姆，这样才可以。美沙苏神秘巴乌达斯姆，你是欠我的懒觉打。对哦，对。哦，勃起来了，硬起来啊！你要说硬起来，硬还是怎样？勃起了，硬起来，勃起。都对的，都对的。都对我接受的。用都对吗？都对我接受的。哦，那如果说那个要怀孕射精，那个射精要怎么讲？怀孕这个。怀孕。不是男生那个射精要怎么讲？老大，我得。老大。我得。老大，我得是。那那个卵子跟精子，那个精子要怎么讲？这样，老大，我得啥？不是那个精子要怎么讲？这样，老大，我得。老大，我得。哎。好好好。这几个男，他那个精子那个出来了嘛？老大，我得啥呀？那么厉害。几年级？六年级。几岁？十二岁。十二岁哈，念哪个国小？国爱国小。我念一下哈，你要听清楚。好。台中市和平区。哎。博爱里。你是博爱里的什么部落？什么？松鹤部落。松鹤部落。很多五叶松，很多鹤。什么什么什么？很多五叶松，还有很多鹤，不是鹤吗？五叶松哦，那你哪一组？泰雅族和泰鲁格族。哦，你有泰鲁格族血统。你的爸爸是哪一组？爸爸是泰雅族，妈妈是泰鲁格。妈妈是哪边的鲁谷？花莲啊。花莲秀林乡还是万荣乡？秀林乡。秀林乡什么村？甲湾村。哎，你国语名字叫什么？讲一次。孙少军。孙少军。那个很少的少吗？不是，少是那个很难的，真的很难。一个召唤兽，那个召唤的一个刀，在一个口，在一个啵啵啵啵的枝。哦，介绍的少吗？不是。不是好，再次谢谢教练哦。那你不会谢谢校长。教练有没有同学是需要或者是东西需要我帮忙带回去？不要了，不要，不要，都 OK 哈。校长会来接。好，那是吧？哎，那手套谁的？鸳鸯系手套。教练，谢谢哦。辛苦了，辛苦了。这次的节目。
大的重量。对啊。把那个手机，手机才爆出来的啊。你累了吗？谢谢啊，接下来好，要回家门，好，没有问题。哎，那个香肠怎么讲？哪路边？有德斯卡？我不会讲。哪路边？有德斯卡？我不会讲。如果那个干妮娘要怎么翻？哦。翻译哦，就是我帮你先听我讲啊。我们就不救啊，就最简单。人家讲三个字干娘，我们太想就没有。就在字面上翻出来怎么干你娘哈？九问雅亚树。哦，超级拜要怎么翻？超级拜是九问比比，九问是干，比比是女孩子的生殖器。跨沙小要怎么翻？跨沙小是米大叔拿怒，就是你在看什么？那个靠背呢？靠背，哭爸，哭爸是吧？好跟哑巴是不是你爸爸死掉有没有？靠背是死，哑巴是爸爸。靠腰，靠腰是靠腰的地面的话。肚子饿，哭肚子饿的意思。对啊，啊就是你的是乌鸦和杜叔啊！而且我跟你讲一个非常好笑的话，原住民找不到骂人的话，那个油嘴滑舌，油嘴滑舌，罗嘎克曼的光呢？有鸡烟，鸡飞狗跳，鸡飞哈。你大喇嘎喉音抖棒覆巢之下无完卵啊、oh, OK 覆巢之下鸟巢翻过来 OK 包括花很亮的牙刷那个不如刮那把戏水可载舟亦可覆舟很瞎哇是啊那个可瞎这个很有点的可瞎哇拉哈卡数，可下发火到卡数而已。鸡腿饭怎么讲？鸡腿饭就照字面。OK， 鸡的大，嘎盖，妈咪。现在韩剧很流行啊、哦， 来自星星的你。哦，嘎混，卢啊，一数会变。我再问一个，保险套怎么翻？保险套。保险套，保险套哈、哦，因为保险套没有这个字。不是你如果要形容，就像航空母舰是后来造出来的，哦、它是形容、哦、啊。不就是啊，先拿扇，没有在做爱之后要放好子套子。套子怎么讲？套子我们因为套子也没有原住民以前没有套子，所以说可以翻包起来怎么讲？包起来是包起来，我们有很多种想法。太阳族有很多想法，可是保险套。让老人家听，年轻人听得懂话。那个旧书那个很木啊，先阿三树，先哈亚，先有月，你看，或先嘎巴都可以。垃圾怎么讲？屁事对不对？不是，那这种话啊，它是翻译成英文这种话了。垃圾，我们是妈妈打印个那个阿三的打印那屁事怎么叫五阿呢？有啦有啦。这样这屁事哪路敢可以打印？耶，这样屁事的。其实啊，那努比干给打人，啊，喜怒，喜怒嘛，喜怒嘛，舌头在里面，喜怒嘛，舌头，那光要看，喜怒啊，那个怎么讲？就那个叫就，就喜怒了嘛，就是进去，喜怒就是在心，就这是舌头进去的意思，这个是最传统的，这是我们的长老，就光要看啥 ？Hello， 我是林世伟，我是太阳族，我觉得我。原住民真好，我以泰雅族为荣，我一定会变成全世界最出名的原住民艺术家跟怪人。